现在我们把高速的按钮给它打开，我现在按下启动开关，然后它就开始以我们的一个高速模式运行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在高速模式下，我们的贴装效果也是跟那个70%的速度也是一样的。OK， 贴装完毕，你可以看到实际效果。我们旋转的角度跟我们程序里面预定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刘经理，我们演示完毕。